对面算法中上小带双排，我说怎么能三分钟打爆我的队友呢？那个对面那个中上双排十连胜的，对面有锤石在，估计会来反蹲一下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蓝 buff 留个眼来。去红开这把，保护中粮，全军出击。看一般都是红开，这样的话这红区的也清完。闪现就被打出来了，感觉叶师傅没停播前厉害了，停播前都二三十杀的，我停播前也是杀十来个呀。这边算把中上小带双排，我们中上都被打崩了，我都赢回来了，他妈的一句夸人的话都没有，还要评价你不如以前了啊？说一句夸人的话会死吧？很难吗？就是都这么用心翻盘了，你还要来句你不如以前厉害了，那我单排的对面双排小带我还赢了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你还来句你不如以前厉害了，真的是这种人我只能说他比较可爱啊。承认主播强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啊！我要杀多少个双排小带，你才能承认我强呢？啊！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有没有？他没闪，好意，好拉丝，打得漂亮啊！你就非要点我是不是？那你死了呀！这波先 A 兵升一级了，加个盾，拉开一下距离。A 巨龙，巨龙差一秒没出来，他刚才是 A 小兵升级了，还是把我杀了升级的，我总感觉我这个巨龙应该能把他直接捅死的，来个灵巧披风嘛，这波已经很细节了。实在杀了他了，保护中粮，
他也被杀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瞧这弹幕吹的，真的是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吹的以前有多牛批多牛批。我感觉弹幕说的，我以前起码有韩服王子5000点的实力啊。五级的凯隐，先 A 再 EQ， 升六了，不来吗？他后面好像有个滑板鞋子，先不打，我等一下辅助来了，直接 EQ，AR 秒掉。就在今天，这波是预判，懂不懂？先。假装很菜，扮猪吃老虎、啊、我这一波第一波要是 EQ 中，他肯定要跑的，他那个位置很靠近塔下， AD 又在旁边，肯定是杀不了的。先假装空个 EQ， 让他以为我是个菜逼，他就会想杀我，知道吧？想杀我，我们就能杀他。这波在第几层，你们仔细品一品，拉出来一下。来就来了，还要帮我打龙啊？拼惩戒，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塞拉斯来了，准备动手。乌克托往右边站了嘛，塞拉斯也往右边逼走位了。来，羊群战术。我再分他走位，能跟得上不？一闪一有没有？我有二，你还要回头什么意思？我有二的，我有二的，我今天就不信你不吃这波线了啊！来推线推线，他应该会绕一圈回来的。这伤害 Q 没打到呢啊！开大清兵，难道是我真的老了？红凯啊，拉雅斯特，你有没有红凯？能吸住不？吸一口大，我不会卖你的。他第二个 W 快好了，走位一下，第二个 W 没好，这一颗插起来，快走！你妈的，这些人都不是本地人，我感觉。怎么这么多外地人啊？现在这游戏，上把还外地双排。兄弟姐妹，这些外地人老是来欺负我们本地人，太坏了。
回家出来再控个先锋，吃个一血塔。我来了，蛇人。他大差多久啊？40秒，主要是中路玩的也还可以吧，搬谁不是搬呢？抓中也有收获呀。他在偷我先锋。等一下，这。再拉扯一下，不要慌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命脉所在，知道吧？而且四级 Q 的话是可以 Q 两次棋子的，不一样的。这波拖了贼久，技能全都给我了，巨龙撞击。走了，这一波18岁的操作反应啊，给他吃个蓝吧，奖励一下。他在打架，那我们就互换一下位置。他现在是打野，我是中单。会玩的队友可以浪呀，不会玩的人浪了干嘛呢？给对面吃吗？像上一把那个中单，3分钟对线就被干崩了，那就没必要了。偷东西啊？偷。妈的，差点晚了，还是二距离不够啊！不走，一样的，整个大招，没事这一波。卡皮快结束了，还有40秒，赶紧拆！我感觉是移速不够，我追不上他呀，340，他有鞋子加 Q 破空转。有人，我来帮你了，兑现我的诺言。我这个人说话算话，说帮就帮。来个木刃，谁敢违抗我的意见？这波帮他杀了一波剑姬，就下路没抓着吧，是吧？下路再抓一下。4-1的滑板鞋加锤石，不一定搞得过呀。哇，这么稳，玩惯石头人，玩免石头人。发个棋子，说不定有助攻可以吃。那再抓一波剑姬好了。没啥地方去，去下不一定打得过。那我肯定不搞下路，我抓上路，我要帮我好兄弟。再帮他杀一次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战斗之心。这人1-6不值钱了，他。
奸邪。我在想他有100块钱了。这剑姬看到我有点害怕了，他不过来了，被我收拾了2次，老实了他。你想干什么呀，无双剑姬？兄弟一起让我来都过来吃塔皮呢。凯隐呢？我好久没看到他了。那我不客气了呀。他能过来，我们一起抓下吧。来，好兄弟过来。先杀滑板海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东野联动，我不确定这边有没影。我没有大招，你露一点，你先上吧。扫描没好、哦，你说这边有埋伏怎么办呢？那不用想，肯定是被眼看到了，跟个两个瓜皮一样。差不多 来线上，你看到没有？听我的，他就死了。相信一下我。跟上我，我直接 Q 闪挑旗子，他死了。来了，他滑板还算了，直接杀个红凯吧，滑板还摸不到他，势不可挡，闪现多了。我有 EQ 闪，能跟一下吗？我们之间的默契呢？去哪了？你这样子我很失望啊。这边打野没了，先拿龙吧。要拉下去，我都感觉凯隐来了，火蓝来了。先丢，我把他带过来了，兄弟们，做掉他。链子来一个，卡博士也来，我还有 EQ， 走你，隐身。A 减速 A 来加盾大招，好猛。我来了，又打架了，没有停下来过呀。助攻来一个，都挺能 K 的呀。回家买装备。稳一点吧。红星宇先买了。
缴械更强的敌人。发现目标，他看到我直接跑了。维克托连血量装都没有，面具 CD 鞋重伤，那感觉一刀他就死了。我以为他买完免的，他没买啊，我这一刀暴击下去他直接就没了，势不可挡。我发现了，他不会满血开大了，他只会残血 K 头。这大过去他没了呀。战斗之心，你摸摸就喜欢摸我是不是？来，搞他了，先溜一下。刚才看了一眼弹幕，还 A 到防御塔去了。回家来把无尽，只要你在对面打死你前，你先把他打死，你就很肉啊。他想吃这个车，他 Q 盾没了，那他死了，刚好让大刀进入 CD。来个红牛，打起来再喝，伤害这么高可以多回点血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来吃个钩子，来吃个钩钩，干他，骗个大走了，等他大没有，等我们大好，来再吃个钩钩，再 Q 棋子打起来，打团一定要盯着棋子知道吧，直接闪现 EQ A R 杀掉，然后利用木冷的隐身拖下时间再打 A， 再打 AQ，这也能穿墙走，你吃了我的伤害啊，应该是进不了这么久的墙啊，有点假说实话。走位，德玛西亚，我有无情猎手，你呢？他估计要卡视野 W， 再走位一下，直接跑了。懦夫，你是红凯啊，你要往哪走？天气子，哎，你不是过来了吗？这不我左右包了呀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着他过来，他怎么又回头了？这天气者，这不左右包夹直接给他包掉了。我二先手在 A E Q，
有人要人偷偷我食物了呢，过来过来，你都把他吓到了呀，哎呀，又是眼又是大招，鬼都知道有人在，加个盾，萨人的萨 ，EQ 翻墙，这也能吸得住。还往前压，盾来，可以操作，相信我，来，两个闪现，只有能闪二，是不是空了？卡波视野，再见，我没大没血了，这一波，点子扎手，那没办法了，这波石油人大众的话应该是可以杀的。你怎么还敢追我呀？不是，我寻思着你后面也没人啊。W 减速一下，往上走。爆红抢 A 他，再 Q 一下，不跟我打吗？你应该是有大的呀。进野区了，来左右包夹，开个视野。上面，你今天要往哪走？你说。扣篮，再来个板甲，跑快点，伤害够了。又漏又输出，大龙来一个，对面还是比较灵活的，板甲加一速。待会把鞋子再换了，有幽梦板甲加无情猎手，可以多买一件装备，比别人多个大件这样的。然后你还漏，先把他们唯一一个 AP 泽拉斯 一刀秒了就行了。我就又是一个坦克，又是一个战士，又是一个刺客，还是一个射手啊！你看我这超远距离一个 RA， 这不是射手是什么？比较全能，不要复活甲，我感觉复活甲现在不是很强，现在看情况呗。先别解框，拖一点时间。大过去有了，我这波杀了一个，骗了对面很多技能，打不过吗？小浪一波，这波应该闪 EQ 的，这样可以再刷个 QQ 回去。然后 RA 把他秒了，再 Q 杀回去。龙魂搞一个来，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专注，为了父王。还一眼吧，卡尔玛。我经常排你远程不排吗？等他交 W， 一片 W， 然后再 Q 他。RA 动作太慢了，全是破绽。
EQ 插后排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怎么这么肉啊？准备好，三二一 ，EQ 压起身，一刀直接拍死，直接投降了。这一波直接击碎了对面。打剑姬的话，这个小技巧啊，特别是他在半血左右的时候，他以为你 EQ， 他要吃你 EQ 肯定死，丢棋子骗 W 再 Q 他。伤害最高，现在还有什么英雄没玩过的？我想一想，